鸭肉香肠啦，鸭肉串啦，啊，鸡肉香肠啦，花雕酒的啦，来，安尼一千啦，哎呀，妹妹，一千块都买到了吗？真的只有小姐哦、喔。对的。好来，大妹好来，来个上来，大个大妹来。都上一三块咸鱼片，等一行啊，就好爽啊。这钱也了钱啊，这安尼卖，会赚钱就奇怪了。收完了，收完了。都袂爽的。好啦，包啊包啊，唔通搁送袂，搁送袂，我爱借钱啊。啊，搁送一个金光包，啊，又给因煮菜粿尔，要因烫因啊。两片啊，啊，叫你卖送啊，搁送啊多。两片，两片，好好好。听无啊？叫啊，我了钱啊我。啊，我保险在当时搁看的，等下你安尼卖。保时的电动车，我今日骑。保时真正有开电动车哦。有啊，不是大台。车面。这台啊，我叫是400多倍只。这电动的我无在后面。电动模型车我有在坐。来有啊哈。来啊啊，这个只。这大的，这大的。我白叫吼，我怪哥啦，叫钱，做怪哥啦，青菜啦，青菜啦，我加来啊，青菜。这生蚝啊，你可后边无看到干物件哦，我来再给我带，再给我生蚝。哎，两包给你。好，来香鱼片。来，只要电话来。再告诉你带。好个，条啊，薯条啊。来，小哥，剩一袋300，一公斤底下我无。最后一袋来200块完一公斤哦，来两百块。都没有小卷的哦。按这了钱，那两百块不能不搞这些。一公斤的。来多少？不然能卖的。来鸡肉香肠不完吗？鸡腿肉香肠，鸡肉卷来200块。哦 ，OK。鸡腿肉啊跟鸡肉，啊外面是鸡皮，来200块两个弄给你哦。两个而已哦，用煎的用烤的，超好吃的，来6条，7条8条。来9条，来10条，来200，来12条，你来200都来做啊，春节呢，鸡腿肉卷，来最后一位了，来200，来100都。啊哇哇，你自己说你上次不小心有了啊，掉外。我想讲，你时间来整，你到今仔你背夹背了上严重的。来海白来300块，做啊，这也一半虾啊，来大人给都盖，来300都。来300了，哇，好水耶！唔知啦，哈。我随便说说。美女人啊，你讲我做啥话？香咪中中啊！来300了，准备吃呀。来300了，两个人给都，来四廿几斤。在讲吗？没事。来地瓜薯条来。好吃。哦，我已经袂困啦，包伊啊。你听到无？无。我妈妈，你越精彩哦。你讲废话呢？你再讲讲这种话，我叫你听笑。听你的话。头前万块也在听，明仔你爱甲你。无啦，500块啊，你啦，500块。你成家，你看伤济，你知影无啊？成家。你看伤济。来，有要吃的，这一包你公司买3公斤，3公斤，我无套啊，几包炸准，唔免3公斤啊，我一包两包，来100块了。真的呀，成只人快收车。最后一条。3包。包圆的哦。很好吃，最后一包而已。你无听唔对，100块。来吃就是做点惊喜，一包200块你都无啥，买鱼啊，我你也买无，300你也买无。包3块的物件，爱去公司买到3块，你外口买拢超过4包，我一包袂去包的。来最后一包，150。这好食，真好食。趁这两公斤啦，以前吼，之前有大家食食。来阿爸欠500块开始，包300。你要验车？咱转海洋嘛，没有。有。有啊，够。有啊。来300了。来三个人吃对吧？好啊，一个吃2包哈，2包就是16串，每300一千多毛20，两家刚跟你一样，我来200都，鸭肉串200块，我看你们太便宜了，这鸭肉串200块不会买，
来，两包拢我吼，一路串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哎，这样每一包一包都，七家七家，来一路串一包过来。真的好吃，我没有骗你。来，一包都。你弄拿阿爸做鬼的罐头。那都是一包，姐姐这边有一包，姐姐这里一包。那个怎么加成肉？来几包？你要几包？这一包一百块钱，来一包牛。来一包过来。走了哈。好了，样样收了，样样收了。好，要开始收了哈。来，花雕鸡香肠来。真的啊？为什么花雕鸡？为什么叫花雕鸡？因为有花雕酒类似。来了啊，一条在那边三十，六条在那边八百，有要吃的，还三百块多。它有含鸡肉。两包拢给你啊，两包拢给你啊，免三百，你要来两百块来。这两三四个人叫，多了一百，不啊，我收起来百五块，一百五来。我儿子昨天跟我说，他想学钓鱼，很高大我的，就带他去钓鱼。其实这是花雕鸡，花雕鸡香肠。来，爸，我的最后两个人给我。我不用袋子。你还要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准备要去买。来，花雕鸡哦，鸡肉香肠，下单器，刚买到了吗？买两组，我们两个去钓。来牛肉咯，三百块。哎，啊牛肉咯，还有遮阳伞。啊，是牛肉咯，没了。这是羊肉，牛肉都还有。它上面没有牛肉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不用做。我的三百，时间不早了。对了，对了。我蛤蟆够几包啊？蛤蟆够五吼。蛤蟆五。哎，葱抓饼存几两包？不，要收起啊，来两包，百块来一包。一百块。够干。够。够不？哎呀，爸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没了。哦。好多，好多别的，有不？有嘞，有嘞。有人要鱼吗？有人要鱼吗？来，阿妈两包来。过来，买鱼不？买鱼先过来，别别啊。来，阿妈不要去。来，阿妈两包放来。我今天去两包，阿妈就回来。这两包嘞，这啥东西啊？两包的。鸡肉香肠没收到那一包。哦。来，弄我拎拎两杯的。来，这边我。来，两包好的。这还卖两包，买一百的就好，好不好？这两三是卖本钱的，来一包好的。还卖卖一包的。我要不了。来，四个客人，一百块。一个人给你，八块给你。来，要吃蛤蟆一包哦，给你。时间无早，八点要来包便当。来，一百块的。来，四个客人进来。我来一百的。蛤蟆最后三个人给一百块拢完哦，蛤蟆。好来，要休息了，你们要吃什么？赶快讲。钓鱼吗？好像一片我还没有卖掉，来两百给我，直接给你了。来一人一份，能发不能？赶快赶快啊、哦！像一片好吃哦。来一条你来，两条你来，三条你来。好了，我会放进去。我来烤鸭了，我不管呢。我放进，直接放进去来。来六条你来，来七条你来，来八条你来，九条你来。谢谢哈、啊，来我放进去了哈、哦。来两百了。来上一片两包了，对，小姐要两个，哦，两包了，人家放进去没有错啊，看我哥不列台球，一灭两个呢，不管呢，来老弟，你过来，这样差不多啊，来高地来十地了，好恶劣款，来两包上一片够两杯茶不？谁叫你弄买贵的？我也做，两包好啊哈，不会，谢谢。好，来收起来了。来，你有该上头讲无？我一箱头刀卖卖，要来休息啊，真正系累。来，买三百来，要食头刀两百块来鳕鱼哦。最后的鳕鱼，来要食两百咯。来，鳕鱼头刀，来两百块，你唔是出声？来两百块，小姐要来再头刀两百咯。鳕鱼头刀，来两百咯。用多少？来两包了。
来拢我，还没出来哦，来算考生两百。点了哈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就放进去啊，就像我们人家在说，出来出来就要付钱啊，对不对？出来。等我。去哪？张总，我们想干杯。不来要落穿你们几包？好好来，给几包大哥来。一包好。不来，那不要混了啊。好好好。我要休息了。我要休息了，我要休息了哦。哦，好，谢谢大家哈。不止放进去要付钱，这一轮香肠也要付钱。花雕酒鸡肉香肠，阿东。我同阮到一个十四岁，到一个十八岁。来，白带两百块来，白带。阿伯，扣到学生。你那有出来外口咧？迄个啊，学医的咧，不管咧。来两百咧。你细只本来就很作性的啊。不管咧，讲我都管咧啦。同乡咧，今天来八只来。五叠六叠啊，七叠啊，八叠啊，能发得？哦，我就知道你要干嘛。快点哈，来进来啦！来讲咧。对啦，进来啦哈。我讲你要干嘛？我赶紧开一个群组来啦，大家这边来再讲下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来白带两百了。来两百块，阿伯进来要讲啥？阿伯进。我跑了乱头。来白带拢买两斤好吗？来两块。用煎的，用烤的，这超好吃的。哎，我买两百。你手啊，十多卖三百。哎，我买三百。好好，这也买三百，你看，来两百了。对对。对对。来两百块，个人要煎吧。我有了哈，来，我找那个给你，找那个鸭肉串给你。鸭肉串跟那个包干贝哦。好，刚好站跑到哪里去了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好，我要点，哎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休息了哦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阿姨，我给一捆 BID 塞进门，改工人呢，我就知道你想要干嘛，改工了。哇哇哇哇哇！这样，这样啥客人啊？主人生有记载，别大无爱，无想要我收的款。对啦，我知啦，两百起来啦，这拢给你啊。对。然后如果是第一胎的话，会比较久。然后第二胎的话，通常那个护士推进去都会说，这个第二胎的很快。啊，一个鸭肉串怎样？我先推进去。吃了好了，那我要休息了，先离开上。冰糖还没遇到啊。干杯啊！对了，干杯上吧。一张面糊啊。有了，我来陪你了。这里了，然后。这边没有包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有酱包掉。好，陈老头子，赶快去散步。一唱比价，玫瑰包。拜拜。谢谢。一日日本啊，一日日本来。好，我谢谢，准备散步。阿婆，你搞陪对啊。随便你们按几下都可以啦，哎，不要越按越大就好，越按越大，越按越重。对啊，这魔术一样。有，这边也有外国人对。哦，来，阿丽华，干杯哈，干杯起来，我得让休息啊，你还需要什么吗？不知道哦，太晚了，都收的差不多了。呜呼，来，干杯，五百块来。要几份？五酱包一袋面，今天银军不敢过来我这边，还有谁？哎，还有谁不敢过来我这边？过来我这边。那个在。来，我八块给你啊，去收几斤酱，好枪啊，我干杯下了没完。两盒三盒，在这边跑呀，都跑人都不太敢来我这边，都怕被我。不是啊，我爸帮我对面倒一下。中秋节快乐，来今天要送你来，我爸帮来干杯。别希望他进来，来我爸帮你。秋节吃袂来，我是无爱袂哦，来二阿婆来。来我爸帮，阿你要吃几杯哦？我是要单杯哦。有啊哈，我来，我变小家的，你啊你啊，我无我变好困哦。有啊哈，我你问我关机嘞，关机嘞。要开机啊，要开，还是广发？哦，你要我变好。小姐要吗？好啊，200。哦，200，我要不要200啊？今天都没200。有啊哈，都考不用签的都可以。真的都这样。可以自考。好了好了，来意大利面嘛。750。啊是啊，我们。安尼啊，三波啊啦，红酱三波啊啦，红酱三波，都安好啊。啊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啊，不要啦。就不会啦。买两包好不好？买两包。
吧。黄文威这边是高雄市三民区鼎新路236号，然后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四在这边，你搜寻金师傅市场就找得到了，他就在金师傅市场旁边而已。怎么这里就发不够啦？不是啊，喝冰柚的是没你够光明，一份210片。拜拜拜拜，来我那沙发装包，300块全包了。冰美的有真真的，上次冰柜饼安得了。有啊哈，有出冰柜饼，你吃饭啊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休息了休息了，好，拜拜。再继续了啊，再继续我会拉。好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脸书这边我就先关了，拜拜。中秋节快乐，好，现在我会让谢谢，谢谢。王大哥没拿走。